今天来挑战一下自己剪头发，是之前已经剪过一次了，是又长，然后那时候还是有人帮忙的，所以今天全程自己剪 ，start。我的头发是比较幼的，所以看起来发量就很少。的时候也只是剃一些些，只是剃短的，后面的几乎已经长长，所以现在就是前面后面都要剪。现在都是凭感觉来剪，到了。
间跟共鸣。小偷路大概就这样，基本上我是不抓头的，只要头发一长我就会戴帽子，所以我也没有很 care。 后面是有点没有修好，可是我觉得还 OK 啊，大概就这样。这一边刚才下刀的时候有点太快，不小心提了一个洞，不过还好了，只要等一下一长长之后就好了。酸条真成功了。